范冰冰去年因为阴阳合同事件一度人间蒸发，社交平台的嘢亦都铲晒，除了发过声明话会补税之外，事发到而家大半年都未正式蒲过头。有传话佢要被说三年，但是早几日就有人在网路上面疯传话范冰冰将会在三月正式复出，第一个工作就是眼镜品牌代言啦，仲有想流出添，是不是强势回归就未知啦。网民意见两极，有人话中国的娱乐圈真是好宽容，亦都有 fans 力撑冰冰，话少咗范冰冰，娱乐圈就少咗啲颜色咁话。到底范爷呢次复出会唔会都照样杀翻入富豪榜呢？